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辛巴，欢迎来到爱玩爱学习的频道。228年假，大家都去哪里玩呢？今天辛巴带大家来到了猫大楼旁边的大港桥。有看过会旋转的桥吗？等上完数学，再一起来看。Let's go！好，今天我们要从练习九开始讲起。练习九的第一小题，若等差数列第 n 项可以表示为-14+6n，所以我们写成 an 等于-14+6n。那我们 n 开始从一来代哦，n 代一，-14+6等于-8。n 代二，-14+6 12等于-2。那所谓的公差就是后项减前项，后项减掉前项-2，减掉-8，得到6，这就是我们这一题的公差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练习九的第二小题，-20和15中间插入六个数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。好，这里有六个数，他说使它成为等差数列，他要问的是这个等差数列的第四项是多少？第一项、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。我们把它取名字，这个叫做首项、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、第五项、第六项、第七项、第八项。第八项是15，A8 可以换成首项加 7D，首项是-20。所以呢，我们把-20移项过去，就可以求出公差是5。求出公差是5之后呢，题目要我们求的是 A4。A4 可以换成首项加 3D，首项是-20，3D，D 是5，35是15，所以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一个数是-5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练习九的第三小题，36和-24中间由大到小插入11个数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，-24。这里总共有13个数哦，因为这边有11个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边有11个，再加头尾就会变成13个数。他要问的是插入的第六个数是多少？一二三四五六，他要问的是这一个插入的第六个数。那我们现在来给他做一个编号，第一个是首项 A1、A2、A3、A4、A5、A6，这一个是 A7，做法跟刚刚很像，对不对？A8、A9、A10、A11、A12、A13，好，A13 等于-24。A13 可以换成什么？对，换成首项加12D，首项是36。接下来我们要来求 D，怎么求？36移项过去，减36。我们就可以求出 D 是-5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求的这一个数，它的名字叫做 A7。A7 可以换成什么？对，A1 加 6D，A1 是36，再加 6D，36加上-30，相减的结果是6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练习时的第一小题，他说
这三个数 2A 加 B 85B 减 A 是等差数列，这一题要考验我们的是等差中项。我们要知道什么是等差中项呢？当一个等差数列最中间的那个项就是等差中项，那它有什么样的性质？首项加末项就会等于等差中项的两倍，所以我们来化简 ，a 加 6b 等于 16，a 加 6b 等于16。好，那题目问我们什么呢？题目说 a 和 6b 的等差中项是多少？A 和 6B 的等差中项是多少？诶，我们刚刚才算出来 A 加 6B 等于 16， 它会等于等差中项的两倍、哦、所以呢16等于框框乘以2，我们就会得到这个等差中项就是8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练习时的第二小题，A 和 B 的等差中项是9，所以我们说 AB 相加就是等差中项的两倍。再来 ,3A 加 B 和 A 减 B 的等差中项是 14, 那就代表这两个相加就会是等差中项的两倍。好，这是它的定义。那我们来做一个化简，待会就可以解连立了。哇哦，太好了 !4A 等于 28,A 等于 7,A 等于7带进来 ,7 加 B 等于 18,B 等于7移项过去 ,18 减7等于 11。好，这样子我们就解出 A 和 B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练习11，有一个等差数列3、7、11、15，我们说首项是3，公差是后项减前项是4。那在笔记本上面一直写写写，每一页写20个数字，那799到底会在第几页呢？我们看看799到底是第几项好吗？第 AN 等于 799， 我们想知道 N 就代表它是第几项。 AN 可以换成什么？对，首项加 N 减 1D。 再来，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带进去？首项是 3N 减 1D， D 是4。好，我们先把3移项过去，减3，接下来除以4，除以4，414 39，4936，4936。哇哦，原来它是第200项，799是第200项。那每一页写20个数，第200个数字会在第10页。它会写在第10页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练习12。美娟用点点排出英文字母 H， 第一个图为第一个 H， 第二个图为两个 H 连在一起，第三个图是三个 H 连在一起。那我们想知道第10个图有几个点点呢？我们来观察看看。第一个图 ,1,2,3,4,5,6,7 有7个点点。第二个图呢？第二个图有 ,1,2,3,4,5,6,7,8,9,10,11 个点点。第三个图呢？ 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,14,15 有15个点点。我们来观察看看，这两个相差4。这里也相差4，所以呢，这件事情告诉我们，它其实是一个等差数列。那我们要求的第10个图，我们就称它为 A10。
A10 可以换成，对 ，A1 加 9D， A1 7 9D 9乘以4等于36，7加36就是43。第二小题，那第 N 个图呢？第 N 个图我们称它为 AN。AN 可以写成首项加 N 减 1D， 首项是 7，N 减 1D 的 D 是 4， 7加上 4N 减 4， 合并整理完是 4N 加 3， 这是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，第三小题，他说总共有63个点点呢，那到底有几个 H 啊？那我们不知道是多少，我们还是假设它是 AN 有63个点点，那 AN 可以换成首项加 N 减 1D 等于63，那么首项是7，公差4。好，那我们把7移项过去，减7是多少？56，再来除以4，再来移项过去。好，我们得到 N 等于15，就代表我们总共可以排成15个 H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练习13，这是一个等比数列。等比数列就是首项，再来乘了一个公比，就变成了第二项；乘了一个公比，就变成了第三项。那我们想要知道它的公比到底是多少呢？我们只要拿后项去除以前项。这个是后项，去除以前项，我们就可以得到公比，-9/5乘以5/27，约分，我们就可以得到-3是它的公比。那第一小题，第五项我们可以写成首项公比的4次方，因为总共乘了4个公比上去啊。首项是27/5，公比的4次方，-3的4次方是多少？对，81。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约分就会得到15。第五项是15。接下来第二小题，那 AN 要怎么写呢？公比是-3，首项是27/5，所以我们的第 N 项是首项乘以公比的 N 减1次方。首项是27/5，公比是-3， N 减1次方。对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这就是第二小题，我们公比的写法，这个东西我们称它为一般项啊，或者是一般式。第三小题，我们想知道1、2、1、5项到底是这个等比数列的第几项？我们假设它是第 N 项，第 N 项是1、2、1、5，我们如果求出 N， 就知道它到底有几项。AN 刚刚才说过，它可以换成27/5乘以-3的 N 减1次方，在这里有没有？在这里第二小题啊，会等于1215。再来，我们把27/5移项过去，移项过去除以它，就变成乘以5/27。来约分，5、20、54、25、35，243乘以27。那我们没有打算要把它乘开来，因为243是
3的5次方，27是3的3次方，所以相乘指数就会相加啊，这是指数率教我们的。好，那如果今天是偶数次方的话，负3乘了偶数次方，最后就会变成正的，所以我们这边直接说 n 减1等于8，那 n 就是9，9减1的就是8，8次方负3的8次方还是一个正数，所以这一题我们就找到1215是我们等比数列的第9项，那代表我们这个数列总共也有9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练习14，这个等比数列第2项是6，第6项是486，那我们想要把它换成 A2 可以换成 A1 乘以 R 的一次方啊，再来 A6 可以换成 A1 乘以 R 的5次方，接下来等比数列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两式相除，我们拿第二式除以第一式，第二式除以第一式 A1 就消掉了， R 的5次除以 R 的1次就变成 R 的4次，486去除以6，来除除看，48除以6 8， 6除以6 1，81是3的4次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公比是3。那我们带回去第一式就可以知道，首项乘以公比等于6，首项就是6除以3等于2。好，当我找到了首项之后呢，第八项可以写成什么？首项乘以 R 的7次方，首项是 2，R 是公比，公比是 3，3 的7次方是多少呢？在旁边算算看，3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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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3，5次了，6次，7次，这样是9，9，9，再乘一个3，99，81，81再乘以9 729， 729再乘以3 3927 32678 3721 2乘以2187，所以这题我们的第八项是2714 28167 2123 224 4374，是我们的第八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练习15，三数成等比，这三数我们写成 A1 A2 A3， 那么我们把 A2 换成 A1 乘以 R， A3 换成 A1 乘以 R 平方，每乘一个 R 就会变成下一项，每乘一个 R 就会变成下一项，这就是等比数列。我们把三数加起来，和就是加起来39。积呢？什么叫积？对，就是相乘。我们把它乘起来的结果是1000。那么乘起来其实是 A1 的三次方 ，R 的三次方等于1000，1000就是10的三次方。所以我们说 A1 乘以 R 就是10。那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动作，我们写成 A1 等于10除以 R， 这个目的就是为了要带回第一式，让 A1 全部都换掉，换成 R 分之10， A1 换成 R 分之10，
A1 换成 R 分之十，等于39。R 分之十加上10R 等于29，同乘 R， 再来10R 平方减29R 加十等于零。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十字交乘，5R 2R 25两个都加负的，负25，负4加起来是负29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得到 R 有可能是2/5，也有可能是2/5。再来我们回来看这里，第一种情况，当 R 等于2/5的时候呢，首项是10除以 R， 10除以 R 就是10乘以2/5等于25，那么这三数就是25乘以2/5是10，再乘以2/5是4。第二种情况，当 R 是2/5的时候呢，带回去首项就是10除以 R， 10乘以2/5等于4，那此三数呢就可以写成4乘2/5，十乘2/5，25。好，此三数为四、十、25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练习16，有三个数成等比数列，和为84。若第一项和第三项同时减六，则变成等差数列。这种题目我们要倒回去假设。我们假设它的等差为 a 减 d， a a 加 d， 那公差是 d， 公差是 d 啊，这样子的假设。接下来倒推回去，第一项跟第三项都减六才会变成它，那我原本应该要加六，原本应该要加六，而这个数列题目说的，原本是等比数列，原本是等比数列，这种题目我们必须要倒回去假设才行得通。接下来和为84，我们把 a 减 d 加6， a 加 d 加6三个都加起来，加起来等于84，减 d 加 d 消掉了，3a 加12等于84， 3a 等于一项过去72， a 等于24。好，那我重新把等比数列改写成24带回去，30减 d， 24带回去，24带回去，30加 d，这个等比数列我们重新把它写成这个样子。那这一题呢，我们要利用等比中项的性质来做一个解题。所谓的等比中项就是它，等比数列的中项，等比中项的平方会等于头尾两项相乘。再讲一次哦，等比中项的平方会是首尾两项相乘，跟等差中项不一样。24的平方是576，这边看起来其实平方差 a 减 b a 加 b a 平方减 b 平方，一项过来 d 平方等于一项过来900减576 324， 所以我们得到它的 d 等于多少？对，正负18。那到底是正18对还是负18对呢？我们带回来检验一下。好，第一种情况，当 d 是18的时候呢，带回来三数为30减18，24，30加18，
第二种情况，当 d 等于负18的时候呢，我们带回去30减掉负18 48 24带回去12。好，不管怎么带，这三个数还是12 24 48，所以这一题我们就可以写此三数为12 24 48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练习17，等比数列有6项，前三项和为26，后三项和为702。那我们来把它换掉，换成什么呢？首项不变，第二项换成 A1 乘以 R， 第三项换成 A1 乘以 R 平方，第四项换成 A1 乘以 R 三方，第五项换成 A1 乘以 R 四方，第六项换成 A1 乘以 R 五方。接下来我们把这边共同的 A1 提出来，1加 R 加 R 平方相乘等于26。这个第二个式子呢，相同的 A1R 三次提出来，左边剩下 1， 中间剩下 R， 右边剩下 R 平方。接下来我们来进行等比数列最常做的事情，就是两式相除。两式相除，这两式相除，第二式除以第一式， A1 除掉了，1加 R 加 R 平方也除掉了，我们得到 R 三方等于这两个相除多少？27本身是3的三次方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做出公比是3。那公比是3，我们想知道首项是多少呢？怎么办？好，带回去第一式，首项乘以1加3加9等于26，带回来哈。首项乘以13等于26，首项是2。那我们有首项又有公比了，那这等比数列的六个项，我们就可以写成第一项、第二项乘以3，公比是3，乘以3，再乘3，再乘3，再乘3。再乘3，这就是等比数列6项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练习18。小新在做实验的时候发现，每5分钟细胞就会一个变两个，意思就是说每5分钟细胞就乘2。那么30分钟细胞总共可以分裂几次呢？分裂6次。那么原本3个细胞，现在它可以分裂6次，一次、2次、3次、4次、5次、6次，那么它总共会分裂成多少个细胞呢？2的6次方是64，3乘以64是192。所以呢，这一题它总共会分裂成192个细胞。第二小题，如果我们把一张纸对折，它的厚度一样会乘以2。那么原本是 0.2 毫米的卡纸，对折8次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、四次、五次、六次、七次、八次，那这就是折了8次之后纸张的厚度。好，二的8次方是多少？二的10次方1024，二的9次方512，二的8次方256。好，0.2 乘以256，乘出来的结果是，在旁边算一下，26 12 25 10 11 22 45，小数点一位。
算出来的结果是 51.2 毫米。一张纸的厚度原本是很薄的，经过了八次对折之后，它的厚度就增加了很多，这就是等比数列。大港桥位于高雄港的第三船区，连接博尔艺术特区与蓬莱商业区。桥身可以让500多位行人和自行车通行，而为了同时要保持航道的畅通，就做了桥面可以旋转的设计，是台湾第一座可以旋转的行人跨港大桥哦。今天我们很幸运看到大港桥后面停靠了两艘海巡署的船舰，分别是安平舰与高雄舰，而在更后方的白色建筑就是海洋流行音乐中心。说到博尔的历史，在西元2000年时，国庆烟火第一次到高雄释放，当时选择释放烟火的地点就是在高雄港，而旁边年久失修的博尔仓库群开始被热血的艺文界人士注意到，作为南部人文艺术发展的基地，开始推动空间再造，陆续举办了高雄设计节、好汉玩字节、钢雕艺术节、货柜艺术节等，大获好评，逐渐博尔成为大家亲近海洋与接触艺术的休闲场所，搭乘捷运橘线或轻轨就可以抵达哦。在高雄港散步真舒服，你喜欢来博尔吗？你觉得会旋转的大港桥漂亮吗？刚刚在来的路上，辛巴买了一杯饮料，这是辛巴觉得高雄最好喝的蒸奶店。你喜欢速学还是蒸奶呢？请在底下的留言区告诉我。辛巴爱玩爱学习，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